大家好，我是 LY。我今天要讲的专案是就是 IBOP 下的，因为这个专案其实大家都讨论很久，然后就是 IBOP 立版 IBOP 一直就是线上看，然后大家有时候想要抓影片下来都很麻烦，然后有人写了下载器，然后就是有几个专案都在做备份这件事，但是不是一般人能用的。然后因为买了 iPhone， 有一天打开那个浏览器，发现 iPhone 的那个手机为什么能看？然后就发现，它其实有一个后端，然后就找到它后端，所以就写出了一个网站。然后你只要输入，你现在只要输入这个网址，然后它就会帮你自动下载到你的电脑。对。那但是还是有人觉得，复制那网址贴上好麻烦，那怎么办？然后我们就再写一个那个扩充的，就是现在只要到那个就是立法院的网站，它就会多了下载，你就可以下载到你的那个电脑里面。对，那就是。但因为目前都看起来很丑，所以需要征求写就是说明的人，然后写那个把那个界面调整好看一点的人，然后设计的人，然后如果你会写其他浏览器的扩充的人，也欢迎来帮忙写。对，那就是还有就是说，就是之前那个 CEO 高在立业云城的时候做那个，我们可以实时开那个串流。然后后来我就再加上一个功能，就是他现在每个礼拜每天早上他都会看立法院有几场的直播，然后他就会全部一次串流把它开起来，然后在 YouTube 上打开，这样子就是大家就不会因为 YouTube 应该比立法院的网站稳一点，所以大家如果都塞到 YouTube 就比较不会那让立法院的直播不能看。那但是如果你觉得用网页开串流麻烦，如果是一个仔仔的话，那你就可以用一个那 command line 就可以开一个那个串流直播，大概是这样。好，谢谢。还有一分多钟，非常快。